先听，你好美，先听。嗯，长得还不错啊，现在。为什么我觉得你好像是那个摇滚的主唱？对，你很像他的 rocker。Sandy 在艺能界里面最大的成就是什么？就是什么？长得太像你，长得像他爸爸。真的？嗨，我是 Sandy。这里很舒服，它这里不大，这里不大，但是你一个女孩子出来这样，当唱歌在里面。这边就是我平常直播的地方哦，直播哦，又弄一个直播室哦，没错，不错呢。三张瞬间之后，小 K 美容师究竟在干嘛呢？我有600,000的，真的很多。excuse me。Excuse me， 哦，我在帮你清理。Q， 好变态哦，你在干嘛？先生，我跟你说，清理一下，然后直接先给你看一下上面的内容。我跟你讲哈，这里睡觉舒服的，看车水马龙，什么？你看这是人生，对，那就这样，在看的有海。有一点水，有一点那个绿色。嗯，这里有人来过吗？这里啊。嗯，报告，我跟你讲，目前看起来他收得很好，他真的收得很好。但是越是这样，我越会整。这是我的私服。这件去换一下吧。哎呦，可以。哎呦，这个很像我刚刚在那个 Alan 哥那边那个马桶刷。这是我们家最贵的一件衣服。这参加盛典的时候，真的，不要看这个随便一件都要卖几万块，真的很贵。屁啦，真的几万块，这个要几万块。那时候买都是因为我出单曲，然后我要拍那个就是造型，然后我就买了这一件。真假？这是最贵的。我要做造型，要换起来的话，我帮你挑这一件。对对，我们等一下帮你做脸做造型。好，好吧，由我站你换。可是这个房子感觉就是真的整理的太干净。是哦，这样子。对，真的整理太干净，我觉得它一定某个部分就是全部塞在一个地方。没有，真的没有那种事。你们来的时候，其实那个衣服不是长这样子的，我先承认一下。我们先去冰箱看看，好，去冰箱找一点喝的。好，可以可以。先看一下，冰箱冰箱。你要喝可乐吗？这样我吃个鸡蛋布丁啊。可以可以，不过分嘛。好。还有这个鱼肉可以喝吗？不要。要不要喝水什么的？有冰水。你看人多好，他人很好，我们根本就来收买一下你。对呀。真的完全没有办法知道说。我今天的重点，好，重点什么？就是要请你们帮我洗头、造型、保养、彩妆、服装搭配，这也太温馨了吧！真的很棒，而且你知道，洗头是我最在行的。来喽，先挑这个，先这个的吧。对，要像你比较专业，这要稍微折进去，折进去 ，OK， 然后再专业的再讲哈。我好紧张哦！哇，这是你们专属的哟。哦，来，这个怎么了吗 ？Water。助手。不是这样子啊，宪哥太多了啦。选夫。我选夫。报告宪哥，我好像太多宪哥，真的宪哥我好像太多宪哥，真的不会，真的太多了啦，真的不会，真的。我好像那个里面的衣服撕掉了，有吗？真的？不可能吧？真的吗？对，你的发质还不错呢。真的吗 ？Water。不要，你要慢慢加啦，宪哥。慢慢加，好。你挖眼睛了啦。慢，对。眼镜拿掉。哇，看到吗？他五官好清秀。你几度？我300。谢谢。哇哈哈。还有雨遮啦。好舒服哦。不会太重吗？不会。不会啊。刚刚刚好。来 ，water。自己倒。不会。不是啦，还有这个遮雨棚，太多谢哥，不会，
你在三月帮你家拆？真的不会，不会。你帮我加菜，可是我现在不知道后面种痛怎么样，因为他好想看。应该是准备要拔掉了。人家女生论法通常都不会论到这个头皮这样子，会出油。其实我可以。论法就是要论头皮，你几论法这又不是论头皮，也要。因为我的那个头皮太干了，所以我们都会论到整个头皮这样。好，先往后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准备出炉。谢谢。来。等一下啊，拿这一包，好，你先把它包住，好，看不到 ，OK， 好，客厅坐。那我的刘海可以往这边，往这边，好，谢谢。你需要发油吗？我觉得没有发油，我喜欢有一点那种，哎，对不起，我有点痛，我喜欢有一点那个，就像起床妆。我觉得起床有点乱乱的，然后毛毛妆，对，起床有点乱乱的，可是它其实是有设计过的。哥，你不要动我这边，我这边是有设计过的。要变这样子哦。对，我可能中间会改一下。OK， 来。我跟你讲哈，它这个就吹干花寸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应该是这样，对不对？而且我自己都会加一点。哦。还是这样可以吗？这种的，我觉得平常都是这种的居多。我觉得要帮你说一个比较不一样。我觉得我们班那个音，用音速怎么样？像尖尖的。我知道了，不是。音速怎么样？尖尖，像尖尖的。有一条尖尖的。对，有一条尖尖的。我知道一下。我说那个还是干的。你的头发算干。啊，我干，所以我都会抹发油。有发油吗？有有。我看一下我现在长怎么样。等一下，还美还美哦！等一下有没有发蜡？我爆炸了！第七，他还没多发。我两边好像不同色。对，来，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，对，我很喜欢我这一边的感觉。我演这个。画两边小字啊！痛痛痛！你没有长指导法，有指导第七？还没定型，可以啦，还没定型啦，我要定型了啦。哦，人家做还没。我就等下去工作，等下可以去。等下洗一次。有没有？有 feel。有。那这边真的比较顺。你手抓不紧吗？哎，你刚刚冲我们住你的手喷。一点就好。好 ，OK。哎，不是，你不用再喷到里面了。我要喷根呐，会塌掉了。你看，别！现在你那边很丑哎。不会。OK。好，我这边是一种，哪一边比较对？哪一边你觉得哪边比较对？这一边。你用那个吗？嗯，我看一下。你喜欢哪一边？我不喜欢。啊？这边有点那种接油的飞机，有没有看到？这工整不是，那是因为没有整体性。不是你没有把握，你就好好。好，那你好，你如果要这么像跟东区一般妹长一样，那我来帮你弄啊。就是裸妆系列，裸妆，没有没有，我同意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他皮肤各方面都优质，连遮瑕都不需要。来啊！真的不是懒得画吗？哎，这边是我的。有的，你们会以为很深，但是要把它晕开。对，晕开。那没有这个用色要大胆。我觉得要先打一点眼影，很适合你的这个刷刷妆是这个比较亮亮的这种。请各位下手轻一点。没有了，不会。来，眼睛闭上哦。哎 ，Hello， 我们两边是不是要对齐一下？我要，我这边是 OK 的。我看一下。可以了，对不对？可以，来，我帮你。不是，你不能两边风格，我们要一致一下嘛。没有啊，我可以。你要干嘛？我可以看他左边呢。啊。就是比如说坐高铁的时候，他坐中间。哦。那你坐他左边，我坐他右边，我去看他不同的美啊。好。眼睛闭上。现在是想要画哪一种妆？我是觉得他是要去晚宴的。晚宴哦。嗯。为什么现在看起来比较像那个唱那个？
以前哦，一半就是一个是男生，一个是女生。不是吧？好，那个伤心酒店。伤心酒店。前一两天帮我对称一下。伤心酒店来。那个是什么？哎。我觉得好了，我觉得我还美啦，对的，口红来一点，自己来一下，来，相信我，没有你闷笑，抿一下，你涂一半哦。因为他就算对，他就很小气，还不让我弄那边。我整个人被分割成一半了。其实我觉得你这个法令纹对很漂亮，那个笑起来是很漂亮。我觉得有些人都想要把它遮住，我觉得我要加深你的法令纹。啊，对对，各位家人 ，OK 的 ，OK。来，不要。我等一下是要评分的，你们今天有想要赢的意思吗？我们今天拿蛮多，我今天拿蛮多钱的。啊，来吧。可以了，来镜子给你。做一个。我觉得我觉得女生眉毛 OK 吗？我跟你讲，宪哥，女生一切的价值都在于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她如果穿这么晚宴出去，就像走出去的时候，她如果脖子上面有一个那种唇印，就是那个什么草莓，没有没有画一个小爱心在脖子，这样可以。就这样。这样，一种男人的一种那个占有欲装，现在目前还没有人有的哦，占有欲装，我发明的，就是说你女朋友去晚宴什么的，然后我就说 OK， 老婆，我帮你换一个这样子，宣誓主权，对，宣誓主权装，好，天哪 ，OK， 来一二，等一下，那是什么？看一下两边的妆，看两边妆感是不一样的。评论一下两边的妆感，就是那边这边没涂匀，这边你把它涂匀。其实这一个，因为是晒伤加，你听我说，但这一边是出色的哦，出色的，因为它配合的对，你仔细看。有没有？哦，这边的话，对不对？其实，哦，好像有一种那种对称，这很国际 feel 哦。因为国际好像都这样，就是不对画眼，对眼睛啊，对，就是国际 feel。我看一下。